单车这个群体又壮大了，来看一下。哎，这怎么这么肥啊？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再骑一下。不太一样啊，不一样，前面这电动车啊。三，走走走，来来来，二郎，来，人力界的这个王者。刚才他请我吃的饭。人力界的王者，来 versus， 来来，走走走走走，加油加油，冲冲冲！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！观众朋友们，这是上坡哈，看看这差距。前两天跟二郎骑的，还有点优势，现在被他们嘲讽了。哎呀，不行了不行了，这坡还是有点大的，大上坡哈。干巴的，后面这位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开足马力上！哎呀！你像谁呀？三吗？你不是很厉害吗？啊，我举个音，我有点事。看看我的呼吸，虚，然后再看看你的呼吸，来。怎么没呼吸呢？哎呀，不带喘的，这他妈太赖皮了，这他妈跟游戏里开挂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锁头，你看应该不喘，你看应该锁头挂，锁头挂。80%了，终于到顶了，你咋没出汗呢？五个人帮我推上来的。不说哈，我们骑上坡跟下坡的感觉速度是一样的，基本上。但是呢，下坡你觉得重一些有感觉吗？其实还好，可能跳的稍微低一点，但我觉得稳，因为我也没有那么轻的车，像他这样29磅的。算 flow 就是 flow。 哎，你骑我前段时间骑那道，你就觉得我他妈是农村来的，就感受到了原来有平路的感觉，真的。我操！哎，你之前没去过这路好？那肯定，我跟你说 flow 吗 ？flow 就是 flow 啊。flow 更好。最下面这段它标准 flow 最好。那只能最后。哎我操！
来，让我感受一下，让我感受一下。你给我调个厉害的档位，怎么调？哦，这是前后加档，给你加了，加了，满档了，满档了啊！好，我来感受。你快走走的。我操！哎，我来颠一下，首先颠一下啊。哎，哎，重的多了，重的多了，重的多，还是重的多。骑着知道了，反正骑也不骑飞。OK， 我们骑一段上坡哈。电子烟是吧？哎呦我操！哎，怎么一蹬他妈自己走了？这就助力啊！哎呦哎呦！高科技的哈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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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我是神，我不是人。我操！哇！哎，就是你只要一蹬啊，他就给你助一下力。这玩意能杀人，我感觉。OK， 我们下坡下坡。这绝对赖皮了，这个这他妈太赖皮了，作弊了这个，这太他妈作弊了。我靠，感觉就是神了，就是人就是完全就是感觉很爽啊。我去，这比他妈下坡还轻松啊。这能骑多少公里你说说？这不一样，现在还满电呢，有10的有70的也有100的。